一个二分法啊，这个球要一点二分法，两颗星。有点角度就可以了，横移，七号做中袋，不够直，磨一下巧克，这可以推干两颗星。轻了，轻了，角度是 OK， 轻了，准一个吧。初五的话算年过了啊，初五就是所谓的开工大吉啊。那学生好像是这两天就开学了，五六大概伤一点脑筋了。哎呦，这个球 ，lucky ball 啊，打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二分法？有，力道很好，应该是刚好。哎呀，过头了，过头一点点。那变成这样子好了，没办法带开，非常 low 的左塞，好多一点。好，这个球三颗星。加二字啊，有了，有了，这球中这边就有了，出去就厚薄就知道了。好快，一年又过了。哎，纠结，那边要怎么处理啊？四号来处理。哇，这球竟然没有带口哎、欸欸，真的没有带口哎、欸。不可以吐槽，四号来带，二分法有没有？
有点讨厌。Nice。嘟嘟干。过来，打八戒九，只能这样了。好，现在装上这个加长器的后面的螺丝。奇怪，我这个球怎么搞的？薄球。因为带开刚好有个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福星高照，请记得要给我们按赞哦，拜拜。